1月12日，由王宁执导、田亮、陈小春、熊黛林等主演的喜剧片《将错就错》在京举行定档发布会，宣布影片将于3月5日元宵节上映，还提前发布了3件合璧版预告片。鲜少拍摄喜剧的田亮在片中饰演秦昭妹，为觅得心中另一半，阴差阳错来到新加坡，却因美女熊黛林而与南洋富商陈小春结下梁子。为了增加片子的喜感，田亮在片中全程讲重庆话。发布会现场，主持人也是一招击中田亮的软肋，让他即兴表演绕口令，引得现场是笑声连连。化肥会飞花。您不是说这个好吗？再给您一次机会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啊。你知道自己说错了吧？刚才知道知道。那就好。来，怎么说来着？化肥会挥发。挥发啊，挥发挥发。来，化肥会挥发。行，这第一遍算通过。第二遍来，连说3遍，第二遍要加速。化肥会飞花。化肥会挥发。有田亮出现的场面，女儿森蝶自然也是追问的话题。近日田亮通过微博晒出一组森蝶跳水的照片，难道田亮想让森蝶来做自己的接班人吗？我是带她去跳水馆转转，然后跳了1米以后不过瘾，还想上去，然后又害怕，就是你知道她那个就是有真的是有一点想去突破的那个感觉，所以那个也让我很意外。我不知道未来他会不会选择啊，就是我是让他去了解爸爸的以前的事业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，还也有可能有一些文艺上面的东西，乐器啊都可能。